定很多人中。前个半局可能是你说有被击中，不过看起来还好，手套稍微有碰一下，稍微减缓了这个原本看起来很恐怖的这个这个算冲撞力。比赛目前来到是五局的上半，打架轮到是蒋志贤。前四局打完之后呢，目前比分方面是2-1，双方是仅有一分差，这是两队的上半球季最后一次交手。龙总第一时间没有捡起来，第二时间还是来得及把蒋志贤呢给刺杀行者力出局。这个虽然这一球比较缓慢了，但不知道神盾是会不会有那种感觉，说前个半局看到对手的投手，是这球的强劲度是差很多。不过我想神盾很清楚知道，有时候这个投手前的滚地球一个弹跳反而是好接的哦。那当然刚那种打到的强劲球不讲，其实有时候你看这一球慢动作哦，这个是前一局的这种状况。哎呦，他没有挡下来的话，很有可能是直接穿出去，因为太强劲。对，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反而有时候两个弹跳这种滚地球来讲的话，投手要处理比较尴尬，因为往投手球过去，它其实斜上去是有一个坡度的哦。你投完球以后，到底是要下丘处理，还是在那边等？你在那边等，就是球有可能会在你的面前稍微有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毕竟踩的这个前脚踩下去，自由脚有一个洞在那边哦。一出局，大局轮到曾桃龙。但前一个局半局最好结果是，他今天很多三振以外，在那个时候适时出现了一个最快帮助他那个半局可以下场的一个结局哦，就是双杀。这个球右半边方向的接腕。那前半局球评有讲到说，这个有些打者他会在赛季的尾声，或者说上半球季后段的时候呢，慢慢把他的球棒的攻克数给等于说减轻了。对，那这是因为身体疲劳的关系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对，通常就是赛季这个比较常见是这个下半季的时候，那个通常就是真的也都是疲劳了，然后肌力比较不够的情况下，但是还是看打者，像蒋志贤他就不做这样一个动作哦，因为有的打者他认为说，当他减轻这个克数的时候，他的一些长程攻击的火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主要就是一个动能质量的转换。你把这个球棒的克数减轻，我挥棒速度一样的时候，转换成那个飞行距离，有可能就真的因为这样缩短了。右半边方向的飞球遭到介绍是曾桃荣，形成两出局。打击轮到是第七棒的詹子贤，但是也会有不少打者，也就是说，在全年球季接近尾声，就下半球季尾声的时候，他。因为也累积了太多的疲劳，会把这个攻克数减少。对，来看这一棒中间方向中外手跳起来，结果这个球上去了home run。在两出局的情况下呢，詹子贤这一棒扛到了中外野大墙啊，就形成一支全垒打。这一支solo home run 也使得现在两队的是变成了2-2平手。这个前面才讲哦，是兄弟应该也蛮期待的一个有长打发挥的新人哦。果然这个半局马上就用一支全垒打帮球队把分数追平了。今天球季的第一支的全垒打，就一棒的帮球队的给扳平啊，这个球被他给锁定住了。对，而且本来进的位置就高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讲了，不管是王柏荣、朱玉贤、郑凯文这些我们说文化帮的打者，这些高球的最后这个力量释放跟延伸的动作都做得很好。紧接着黄君生也敲出来打三游之间穿越新镇安打，他今天两次上来打击都上。神盾在这局呢是两出局之后呢，结果被詹子贤狙击。对，今年球季的第一支啊，但并非他生涯的首支全垒打，因为去年詹子贤打了15场比赛呢，也曾经出现过两发的home run。今年詹子贤的第一支全垒打，现在轮到第九棒的吴东龙。哇，这这刚好一垒又是黄君生哦，前面有一次被牵制出局，所以虽然两出局啊，但神盾也稍微把节奏缓下来，因为毕竟是连续被两支安打哦。
观察一下一垒跑者的一个动态。是，詹子贤是在去年的2016年的季中选秀会，当时是6月27号来进行。那季中选秀会当中，中信兄弟的这个选到了第二位选手，就是所谓的第二轮的。第一轮他们挑中的是陈虎，对。然后第二轮的挑的则是詹子贤，然后第四轮挑的就是现打击的吴东荣。0-0球，一坏球。当时各队的第一轮选手就是在去年2016年选秀会，统一是挑苏志杰，义大就现在的富邦，是挑申浩伟，然后拉米狗挑捕手张敏勋，中信兄弟呢挑陈虎，然后第二轮统一挑陈杰宪，义大挑陈世鹏，中信兄弟的就挑刚刚全垒打的詹子贤，桃园呢则是挑杨代军。前三轮大多数的选手，我们讲这个就等于排名前十的选手，大家都很抢手，然后大家锁定完，其实选到什么样的选手还是看各队功力，就是在这个第四轮以后，我没有记错的话，像这个我们讲的曾桃龙，这个桃龙大帝，他的轮数好像就蛮后面的。对，曾桃龙啊是其中一个，对，然后还有拉米哥的朱玉贤是也是。就是球评刚刚所讲的，可能不只是只有四轮，以后应该是五六轮以后了。对，我印象中好像第七、第八轮了，甚至。两好球，一坏球。哇，哎、又丢到了哇！是啊，哇，在球速领先的情况下，这个内角球没有控好，直接是砸到了吴东荣的身上。都有教练现在上来喊暂停。嗯。像这个朱玉贤啊，詹子贤，刚提到说有几个打者近年大家看到这个长打火力发挥蛮好的，这个都说是这个文化帮，其实跟他们在这个大专里面现在分庭抗礼的对手，这林口体大，这吴栋就是体大出来的。那下午的新闻才出来的新闻，其实也有他也有不少他的这个同届的同学，这一次又再度扣关哦，像这个外野手刘展嘉啦，然后内野手这个去年有参加，然后后来好像。没有获选，那继续回到这个城棒队台中威达去做发展的那一手陈庆忠，今年也都再度进入这个名单，或许这个各队的教练可能就会稍微再做一个参考。刚刚那是詹子贤，敲出了全垒打，詹子贤今年的第一轰，生涯两年累计哦的第三轰。一棒呢帮球队呢给扳平。第二轮的选手当然一定是备受期待，对，因为是等于说球团是在很前面的选秀顺位当中就选到，现在轮到是第一棒的陈子豪，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落地型的一支安打，跑者是黄君生，逃得回来吗？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这球回传，哎呀捕手没接到，没有接到啊、捕手没有接到的情况下，那什么就不用谈了。嗯，那黄俊生回到本垒得分。现在中立兄弟呢，反而是超前。这个球右外手申浩伟其实传得还蛮准。对，这个方向啦，整个是都传得很到位。等一下看一下慢动作，唯一要挑剔的是说，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弹跳的位置太靠近捕手，所以捕手比较不好做一个处理哈。是。比起他前一次要传那个高飞胜打那一颗球来讲，哦，确实这个弹跳有一点点哦，我们讲可以在大概短个1到2公尺，可能会以方特伟这边在接球的话会比较好做一个处理哦。你看到这个球会让他觉得说，哎，过来的话高度啦，还有进来的速度来讲的话，都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是。陈子豪的这支安打呢，带有一分的打点，现在帮助中立兄弟呢，从原先。一开始0-2落后，那现在反而是3-2取得一分超前。打击轮到第二棒的王胜伟，那刚刚这个相对位置来看的话，捕手如果顺利接到做 take 的话，应该是不是还是守方这边快一些的？对，守方这边一定会快一些，如果虽然不好接，但方赫如果有接到的话，我想这个出局应该是没有问题。黄俊生回到本垒得分，那吴东荣上三垒，陈子豪呢则是利用这个撑船的上二垒。
伊雷安达带有一分的打点，这一棒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又落地是雷安达。跑者第一个回来，第二个跑者要继续冲，这个球回传手啊哈，捕手又没接到。但这一个球跟前一个球比起来是方向上有一点点偏移的哦，所以即便传到的话，我想就比较一半一半，因为方赫也可能还要去做一个这个 take 的动作。是。王胜伟的这支安打呢，带有两分的打点，吴东荣跟陈子豪呢都跑来得分。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回传也有点传歪了。嗯。这是前一个球，这是申浩伟当时传的，捕手接到拉回做 take， 看起来应该是来得及，但捕手没有接到。嗯，等于连续两球，一球的问题是方向对，但弹跳的距离没有拿捏得很好。那另外一球当然是直接传外，所以外手在做这个长传，因为传球的距离变长，我还必须考虑到说，我的这个手，人的手毕竟不是机器，我没有办法像这个发球机出去以后，我扣那个缝线，球真的都是百分之百完全正转。你还要考虑到它有一点点横移尾劲的这个味道哦。那另外就是说，它弹跳进来，我的队友，不管是捕手还是说常常要处理类似球的三垒手，是不是弹到他们正好可以接，甚至减少这个拉下来做 take 这样一个高度位置，这个都是外手平常在传这个准度要求训练上必须做到。现在是23号对23号，这一棒打出来在中间，绕过三垒之后抢攻本垒，这个球做回传之后也传高了，投手补位在后面再传二了也来不及，哇！哇，这一局就是一直考验了富邦悍将队的外野手，而且一人一球啊、哇，这个守备教练在打的话也不过如此啊、而且看起来就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对富邦悍将来讲都是较为不好的。对，那这次是林哲轩传高的，很明显的捕手没办法接到，还要后面去cover 就是补位的投手呢来去截出这个球。彭振明的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送回了王胜伟。哦，这一局中立兄弟呢是创造了一个大局，单局得了五分了，从原先进入到这一局之前的1-2呢变成了6-2。对，那当然以这一局连续这三支安打外手传球的状况，我觉得也绝对跟上个礼拜整个礼拜，我想全台各个地方比较没什么比赛，对，没有比赛，然后没有一个场地，就连基本的这个练习都没有办法做，这有绝对的关系。然后因为富邦这边上礼拜在南部赛前有问了一下，他们顶多就只能维持这个室内的打击训练，而且还是跟这个南英借场地的。中立方向的飞球去找林哲轩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也结束了在五局上半中立兄弟的一轮猛攻。这一局呢中立兄弟呢是攻下了5分，在5上打完之后6-2反倒超前。